Shanghai, city of extremes, a capital of trade, China's window to the world. In Shanghai, all the pieces come together, the main arteries of the city pulsate. Like a workaholic's overlocked circulatory system, the city nearly reaches the point of collapse several times a day, the lifelines clog. For that reason, there are experts. They are ready to deal with the emergencies all day long in order to avoid the worst. Our first impression of life in the city is formidable. Even by night, the atmosphere is so tense that you can slice it. The lifelines of the city are the elevated expressways, on which there are such a travel chaos that we are only allowed to film when it is just the two of us.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还是疏导交通。那么刚刚这里连续发生了若干起事故，以后呢，对局部的交通比较拥堵，那么民警在处理交通事故的同时，也要实时的对道路等进行疏导，以确保道路的畅通行驶。 我吃了吧？我吃了呀，吃呀。我吃啥？我吃米包。你吃了米包？我吃了，你吃了米包。你吃了米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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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米包
care what we're...因为在水上，我一直梦寐就是在水上公安工作的一个环境，因为自己以前是搞水上运动的。在水面上确实是自己这种事业能够成就的一些一个自己的一个舞台吧。从业务方上面看呢，需要好好的，从技术上说呢，有些船艇的技术和驾驶的技术，这个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估计可能在接下去的一段时期里边，我可能要去好好的去揣摩，去琢磨，去揣测。到这里来了也，啊。
那我是三点钟。是一整了，一点我数字也上去了呀。一二星数字，不，一二星数字。哎呀，就是那个，我记得呀，谢谢。刚刚呢，同样的连续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两车辆的相差。那么我为了不影响交通呢，把车辆停在了斑马线，然后由我们的执勤民警在现场。哦，好的。白事啊！第二道挺正宗，好喝呀！你儿子做了饭，怎么样？做饭？对，他不会做。他不会做饭，他不做饭，他只有会炒个蛋炒饭最多了。我会吃，但不会做。他没空，睡觉的人没空。你哪来人啊？我晚上就要上班了。我呢是一个英语教师，是中学的英语教师，教了将近三十年出头。我儿子开始选择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有点意见，因为我想他这个。好了。喂。是啊，好。好了。嗯，进来。那什么？学的是那个。法律专业嘛，最好能够去搞法律的，法律专业。那后来我觉得，做家长的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他想选择什么应该支持他。可能他自己考虑过自己条件啊，自己的性格各方面，才考虑选择这个工作。那肯定是他自己估计过程，自己对自己有一个分析，所以我们应该尊重他。低了肚皮，这时候呢，都好了，哎，这个是乐意直播啊，这个乐意直播，乐意直播，啊，被直播打开了，哦，打开了，闭上，喂，他是我想了，现在啊。可以了。
是吧？我们出去了，现在。他一般控制多少速度呢？多少速度嘛？根据你情况，根据你环堵这样的需要嘛。那坐吧。突发事件呢，干什么呢？我们该加速上去。对不对？平时的正常函数你都在是什么？都在你1100、1200这样正常的行查范围的。记录现场处置服饰的情况，接尸体的这个杨浦码头的时间。第六呢，要记录出警人员归队的时间。向右转，看齐。向左转，后转，转，继续转。今天周一，交通十分繁忙。作为我们青年警组，今天上班，希望大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正常的工作当中去。化身常熟，齐飞，延安乌木，唐毅，北京员王军。I'm the third class superintendent. Supervisor will be the leader of this whole this station. And I, from the very, very beginning, well, I'm just 20 years old. Yan Road and Huashan Road crossing. 这里的车道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这样一过来的话，有八车道。说一旦高峰到来的时候，有时候会堵车，有时候车子会堵到路当中去。因为如果翻灯的话，就是绿灯啊，翻成黄灯的时候，有些驾驶员会抢时间嘛，就直接赶时间就往前面赶。一旦前面堵住的话，他就堵在路口了。Within the 15 minutes, I sure have the work to do.结果不是的。能不能开一下那个那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南北高架的分布情况，好吧？我们整个管段呢是从南。Beautiful, the best. Do you like the city? 你喜欢上海这个城市吗？ Of course. Why? 为什么？ Because as, 我是上海人，怎么说？ I'm a Shanghainese. 我们整个管段呢是从
南面从肉浦大桥浦中段上影桥开始，一直往北延伸到共和新立交，然后到夫马路、联谊路这里下去。整个行程，我们整个管理路段约33.44公里左右。南北高架是整个上海市的南北走向的大通道。礼拜一到礼拜五早晚高峰时段的潮汐性流量，哦，前面又有事故了。路洞八，绿洞三。潮汐性。你用啊，来，我们要看一看，翻一翻，来，翻一翻。To drive away. He rejects me. I refuse to drive away. So I write this paper to him. 侬好，请问交警正在交警，请出示侬驾驶。搿搭勿好停车子哦。谢侬配合，侬现在拿车子开了吧。请侬现在拿车子开了吧。你好。好好，那行不行？再打油给我了。姚万军。Can you say that it's repeated over there? Yes.全民证，全了几个人？全我们三个人。哪个驾驶啊？驾驶我们在那边。啊。嗯。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玉长明，就这个。这是全民证吧？啊，全民证。啊，这边现在高头上去了，下来。这个是我的身份证。啊，还有两个人呢？还有两个在那边。他们叫他们过来一下吧。这是你自己船上的人啊？这是老板是吧？这个。装水泥，水泥是吧？散装水泥是吧？散装水泥。啊，你把这个东西打开看看。这个是我们是衣柜。衣柜的没什么东西，两个棉袄。没东西。还有菜碗的是吧？没什么。坏的，没脏兮兮。这下面是我们手机仓。啊？旧的，快200块。这辆车。我现在下的是。我看一下，那个空压机在里面，装的是空压机器，打水泥用的空压机，这是一个前舱，这个是摆罐子的呢，里面是基本是空的。老大，我们刚才检查了啊，检查了，你这个应该做得很好。这是啊，
有个记得拉过来，那绑了去。侬啥人过去叫他走了？哎，记得，一记得走完过来。那么我绑了伊了。早上是忙啊？啊，早上是忙，但是有一点绑了不清楚。现在交通方已经好了一点。早上是已经，但是侬得。这道你绕了是吧？恭喜你。还是想猜。加油。省了你。这是哪座人？哪座欧弟？在那里，到这里，在那里。车在这里。出去有瓦通？啊，出去有瓦通？车子瓦通，酱油的桶。哪可以上问题了？到北上路代替。那么，你打嘛这要多少费用啊？不能交。完全。打费的。那你要北北山鱼啊？叫青藏鱼啊！他们这要北北青马林鱼啊！青藏鱼啊！青藏的。靠吧，到毛武冈路靠近毛边那个的。还有啥感觉？是干的？西夏路那个多少万的那个？对不对？他这么就把看过，过去过去。你看见了？怎么了？你看见了？长得又可能掉了。好，得了。我准备去。我放一个。好了。哎。二月的今天我收到好了。听到情感。南京陕西两站都叫。What happened there on the car? 我们在看这两辆车碰擦的痕迹，通过碰擦的痕迹来判断哪辆车的行为比较严重。这是要亏啊，可是颜色是一家车，好不啦？王先生，我们都不要录啊，这是要亏啊，马上不啦？对吧？侬讲搿种老少是侬个 ，OK 吧？你哭啊？你哭么好嘞？哭么好嘞？那医生哪里有呀？女同志，侬勿懂交通法规，侬可以原谅侬啊。交通如果勿是以啥人让啥人为标准，我上了侬一定是我责任伐？勿对个，对伐？侬如果吹红绿灯呢，对伐？吹红灯呢，我上脱侬，啥人责任？而是看啥人辣变道、变道行为当中发生个事故，对伐？负个起我应该负个责任，相当明确嘛。我没变道呀。侬没变道，哪能会碰上呢？我一直推过来。啊。责任呀。那么侬辣讲伊变道了？伊变道啊。不，侬讲伊变道了，拿双方的陈述以及碰撞痕迹，以及你们现场四人定位的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或者做出一个交通事故的认定。如果你们不服的，不要。通过行政处罚，顶上了，怎么批啊？都是更加啊，不要紧啊。由于侬是差点驾驶员，对吧？侬也不要担心侬的体检损失是哪的。到辰光如果侬的体检损失大于你的体检损失的话，你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对方进行赔偿，都是通过法律途径可以可以的啊。你回去看看，应该承判过去了呀。那就这样好了，等我等东方清楚以后，我一打听两个地址了。
啊，六道，我们都忙着，现在就什么，和德国记者在弄事。你现在叫他们那记者等一等呀，你先上来呀、啊。这个上面这个东西没搞好，刚往前面看一看。This time we were allowed to follow. 看一下，在岗亭里面。But we did not go everywhere. 我们那有车。好，就个理就好了，就个理就好了。哎，好。走吧。要撵到了，好、哦，要撵到了，好好好，小心啊！The rope is up, but then they let us go. Well, they do not show us everything.鱼群做好了吗？这做好了，马上开门的。马上就好了。他们过来吧，就是他们上，是这是什么？白上，深圳的。哎，你玩？深圳的。深圳的下。来，坐一下。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王俊，王俊，问英文。嗯，过来。王俊，王俊。那都很辛苦的，他们拍的一路了，对吧？嗯。在吃饭吃的很香甜的啊，兄弟。嗯。然后呢，这边走。我来上。你也来上吗？还有一个。And the two-way radio, this one. This one, let me see. Gas, tear gas. Electric torch, oh, so tight. Tear gas. This one, but I've never used it before. Handcuff. It's a baton. Stick, a baton.In my bag, and my papers in it. My bag, my pen. So many papers in it. That's all. It's very heavy. You can try it. It's very heavy. Heavy. Very, very heavy.他们自觉的自动的撤离现场啊，确保我们高架甚至上海的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有序。好。见对面车流量很少了，相应的就能推测出反方向车子可能有问题了，像刚刚集中的路段一下子拥堵起来了。来，前面车辆往两边靠。来，车辆往两边靠。来，前面车辆往两边靠。好了，
他们坐的当心一点啊，刹车油门。哎，往里。The first three number means the Jing'an Branch Bureau, and my lucky number is okay. And the last three number is belong to me. My patch as means third class of the superintendent, and it means he's a rookie. Another comrade is older than me, and our patch are different. For he come to the police station 3 years, also longer than me. So maybe after 3 years, I will be the patch of his. The policeman we saw is the new bridge, and also on the way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Okay. 他想问一下你，他已经拍了水警、交警、巡警、巡警。都拍了，现在是就是那个高架警察今天拍的。对，他问都同样问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做警察在高架上做警察也是比较一个辛苦，相对比较辛苦、比较危险的工作？是的，对吧？我们高架道路，像今年夏天连续20多天的38度以上的高温，地表温度要超过50度多以上。最寒冷的天气，去年的12月30号，上海不是一场暴风雪吗？我们卢浦大桥上面测到的极端温度是-16度，我们都一线民警都在上面。在恭和新路的西侧，恭和新路西侧一辆46路公交车与轿车事故，然后要沿长江调车过来了啊。哦，明白。高磊。明白了，我现在还在原高架啊。Where are we going next? 哦，你好，明白了。杨文娟，你方便的话，一起看看啊。明白了，你下我调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卢浦大桥。是亚洲啊最长的钢结构跨线大桥。
是跟楼房区别的区别的。然后整理手铐，直接上铐。把它拨起来。这个口诀吧，对，把它拨起，签了吧，签了吧，签不签了，刚签要罚你钱的。对对对，他们身份证件，核对一下。身份证件，那你把老蒋那个身份证，老王身份证，有几个难几个？好。观察道路情况，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您结婚没有？应该说结了。应该说结了哈。为什么这么说？咱们中国人知道的。对。我结婚证书开好了，但是呢仪式没办，对吧？我们有传统的仪式没办，对吧？但是应该说法律上的应该是结了。对对。热情还挺多的。我上了好班以后，平时和他闲聊的时候，谈谈工作，谈谈生活，也蛮开心的。然后和他聊聊，他也蛮开心的。就是从我的工作他挺支持的，但是工作的危险程度来说，他担心的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呢，我呢怎么讲，尽量的避免把工作当中的危险告诉他。车的数量，对，他可以测出在未来一两个小时内这条路会不会有交通堵塞的。那么他就在这里。可以预测，观察道路情况，万一有什么事情，电台接触进比较快。这是我休息的地方，我们它称为执勤亭。所谓执勤亭就是，听见？他们下来的吗？我们民警呢就坐在这里，然后呢？你是两次刚刚呢，就是刚到后头，一对不啦？最后啊，一记头啊，把我别他一根刀高头，来嘛，我把一部车子要这，不要跑，被环境啊拉脱了，搞不出事人有灭。你让他们两位先回到车上，不安全。那我们去靠壁，好吧？那去靠壁。来，请车辆靠壁。那去靠壁，好吧？快点，请车辆靠壁，不要影响交通了。发现。有牙车道，有牙就要逼近嘞。侬车子呢？啊，侬车子呢？车子有啥？那反光就把伊弄脱。那一道转弯，伊加顺风，侬旁边靠靠加顺风。我走外头。侬旁边靠靠加顺风，好辰光当心点啊！好辰光当心点旁边。
小孙子叫胜风。小孙，小孙，小孙。你们刚不出来？我上次出什么？打个五来了，没关系啦。我这个你不够老了吧？马上成吧。你叫谁？哎呀，我叫谁？我叫你名字。我开亚美的，我跟侬请亚美侬还要硬去逼我。没事没事，你快自首，快自首。不是，我办一个亚美。你快自首。三家谁？侬家谁的？侬家。我跟个娃娃，娃娃嘛就算了。西帮人打声招呼啊！已经闲话讲到中了，是吧？你讲的对不起了，对不起，你那个侬实在太野蛮了。侬算眼睛比我，侬小兔子，我大兔子。对嘛，肯定不对，对吧？他妈跟侬请喇叭了么？要紧吗？侬市长去管教要紧吗？就算了，龙猫。不好意思，你好。没事的时候，侬真英雄。没事的时候，光反过来一样。蓝局长，没事。啊，用过办公啊，什么的，下面咱都贴了。那请你把这个被子打开，我们看一下，好吧？好的。这个主要是因为味道，冬天时候呢，都是味道啊。反正我注意啊。好的。这边主要是检查一下有没有可疑的人员以及一些可疑的物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以防范就是说在水上的一些这个形迹可疑的现象，比如说易燃易爆物品啊，一些就是说藏匿的一些凶器啊，或者是一些违禁物品啊，这件吗？你去把电发起来就行了。对，把前面电发起来。不要，反正就是点兵的就照面就可以了。啊？有什么情况？有什么情况到时候电台联系。这个油放在这里啊？对这个是柴油。这个是什么柴油啊？应该是就用的磷化柴油，是走地用的。在我们厂，这个去给的。你这个什么的？空气瓶启动用。空气启动用的。启动。机器用的对吧？对。啊。这个是负极啊？对，这两个是负极，一个呢是消防泵啊，负责消防作用的。是国内的260。260了。不用。那树上去管教，那树上去管着管管学校。我乘客在倒头。车内怎么给的？我要不要打招呼啊？打招呼，别离搞去。中房间打上，中房间打上。中房间打上。我烫是一个啊，好，跟那些进喇叭那么浓的一个比较硬，就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啊，这，就是到这辰光大一点，注意点，走吧。没跑了，已经跑了，没跑
早上对吧？这副国人逼到侬啊，半夜了侬啊，早上也是。没酒了，你酒没过来啊？哎，酒没过来不是逼到啊？我逼啥到？我是逼啥来对不啦？伊逼到侬啊，或者是伊行进当中妨碍了侬的行驶，侬一个侬跟搿部车子碰头了，对吧？哎，上来之后呢？啊，就是上来，伊自家啊就逼到我得了，我已经逼到我得了，我来轻喇叭，伊来轻喇叭，我来轻喇叭，好了，伊自家跑开了，没啥，阿不然伊没啥。侬上来之后，伊是啥地方上来的？我不，伊大概是浙江路上来。跟伊上来，上来辰光辣辣冰岛地方想冲克，对吧？我也没冰岛了，我是吧？是克这个人嘛？我在，我没冰岛呀，我是我。侬从吉祥路上来辰光，并指出到有只标志。对吧？首先的，搿起事故，搿部车子没跟侬碰上，对吧？搿起事故是侬，对吧？辣辣避道过程当中，伊搿部车子相撞，交通事故，伊刹车位置勿是伊驾照位置。首先第一点要搞清楚，伊的行为是避道了，或者是行进路上妨碍了其他车辆子，不要跟我讲阻碍，对吧？伊这行为，对吧？侬要么撞脱伊，要么打刹车刹下来，勿是叫侬加步，他刚刚就等于讲。侬不让伊，让伊上脱侬闲话，伊是不斗志，对吧？侬现在是侬帮外头借了一步，导致了侬人家上脱了，侬讲对吧？哦，趟子人人搿家借闲话，搿车子有的堵了，有的上，门当方向闲话，侬要考虑啊，因为侬刚刚已经吃亏了，亏了哪里？搿是咾样的？那开张单怎么办呢？侬赔不赔钞票？挺好奇的，对不啦？伊的事故另哎，伊上违章情况，我另外开张单处理。侬自家坏脱几钿啊？啥么子？我做的呀。那快快！我搿大概弄弄啊，可能大概。Annoyed people shouting. I couldn't handle all the stress. 应该主观上说，他们主观上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他不是针对你，他是假如针对我，我肯定也反感的。他只是把这个情绪化的事情描述的经过情绪化了，情绪化以后的音量音肯定是提高的，对吧？提高以后，那么我们就会先分开，把两个当事人分开，不让他们正面接触。分开以后呢，冷处理。我有两我们有途径调解的，特别要针对我可能也反感的。他只是把这个情绪化的事情描述的经过情绪化了，情绪化以后的音量音肯定是提高。等于是一个有个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就是不是很宏观那种，比较具体到你个人那种这种打算。买部车子嘛，应该说不是很遥远的。开的时候已经有一辆车了。哦，有一辆车了，已经是你的车。有车有房。嗯。对吧？房子别墅，你应该说郊区的地方买的别墅。别墅，其实很多的愿望就希望小孩子啊。从小的时候看到电影里边的警察都很帅，然后自己也非常喜欢做警察。
觉得做警察很开心。然后当我真正接触了警察以后，发觉警察的工作非常苦，非常苦，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做警察，因为这个苦是苦得值得的。You need to find calmness in the middle of this daily bustle. Rules are not enough. There won't be enough time left to control them anyway. One day in Shanghai can feel like a whole week. In the evening, it is hard to remember how the day has begun.Maybe there is no other place in the world where so many things happen at the same time. But who knows? Meanwhile, Shanghai merely reaches the point of collapse. The rest of the world does not really feel better. In the meantime, we should keep calm, should not jump on the bandwagon, and should not take everything personal. Nobody knows where it will lead to.Just that much. Shanghai really fascinated us in spite of its hustle and bustle, or maybe even due to that.